里隆，阿里隆，阿达里哟，阿里隆，古耶鲁诺莫干达，那日普里古卡西那尼莫，心里都莫过苏巴尔彪南呢，那个爱人。做了不准做他要做你做不起来是折腾呀大家好刚才放的那个片子是我拍的一部纪录片叫二十二对我是导演郭柯谢谢不好意思还是比较紧张啊因为我真的不太善于在这种场合跟大家去做演讲所以我还是用聊天的方式吧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二十二之后的一些感受我想问问在场的有多少朋友看过二十二能麻烦举个手吗好谢谢有将近一半所以有一个数据是很准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二十二的票房是纪录片里边比较好的当时统计的数据上海的票房是全国排第一位所以谢谢你们这个片名的这个数字就是2014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仅剩的这些慰安妇受害者的一个人数那么到了今年的七月份啊这个山西的曹飞毛老人去世以后那现在这个数字只剩下六位了现在我们拍到的二十二位老人还有只有六位在世这些老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我们但是还好在上海啊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做慰安妇的研究做了很多年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图片上面是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就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的二楼在里面有很多曾经的历史当然也有一些这些老人他们留下来的遗物包括里边很多老人在这两年去世我们这个团队都跑到当地去把他们的比如曾经坐过的椅子啊拐杖啊都给这个苏教授寄过来所以大家去这儿可以看到很多老人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看到这段历史吧片子过了一年多了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其实这部片子带给我的什么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就像这个话题一样当你老了你会被遗忘吗就像到现在这张图片上面可能有的人知道他叫韦少兰老人1920年出生的是今年是98岁了他是生活在广西我是1980年出生的六岁的时候跟我奶奶拍了这张照片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你看老人的打扮都很像他们戴着同样款式的帽子我第一次看见韦少兰老人其实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96年9月10号我奶奶去世了我才16岁我当时上高中教师节的时候那天放假我去医院看她就是最后一面了16岁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可能有一点点懂事吧才明白了奶奶原来小时候带我是那么的不容易初中以后我跟奶奶分开了到我刚懂事的时候她就离开我了在我心里我一直忘不了她所以到我后来看到了这些老人其实我是有一些情感转移的就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亲人我没有像社会大众有一些媒体说的社会责任感啊什么的去拍这个慰安妇题材我真的是因为个人的一些情感因素因为我忘不了我的亲人我看到了他们我想到了我的亲人刚好我又是一个影视工作者所以我用了我工作的方式去跟他们进行一个更多的交流大家能看到这张图片前面这个是韦少兰老人后面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呢是他的儿子1945年出生的这个儿子是他被日本人强征以后意外怀孕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以后我觉得这两位老人
在背后，他们背后肯定不只是像图片、像这些文字那么简单，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所以我后来通过渠道找到了上海的苏志良教授，他给了我地址，我就去到了韦少兰老人家里。这是12年的7月份拍的。我去了那儿，我也像他儿子放牛那样，我也不穿鞋，也尽量的融入到他的环境里边。老人非常好。比我想象的要快乐的很多。你看这张照片，他还比较害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什么苦难啊什么的。然后对我也很好。我在那儿去了3天，我跟他完全没有我他是广西人，我是四川人，我们的语言完全搭不上。但是就在这种环境下面，我们可以3天很开心的度过。他吃饭的时候，我就陪着他。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会超越语言吧。我们互相听不懂，但是就很开心。然后就那次接触以后，我就决定了要拍他们的纪录片。后来大家可能知道，拍了一部短片叫《三十二》，《三十二》现在在网上都有，就重点的就讲述了韦少兰老人和他儿子的故事。三十二拍完以后呢，我又回到了我的工作当中去，又去继续拍电影、拍电视剧。这个过程有将近2年，在这2年里边，三十二这个片子一直在我心里慢慢的发酵，它让我一直忘不了这些慰安妇受害者。所以我后来在1年多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拍下一部片子，我想把别的老人都完整的拍下来。这个截图呢是后面这部片子《二十二》里边，大家可能文字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是他其中的一位老人的儿媳妇的一个观点啊。我就是当时跟他们聊天，我就说你怎么看这些老人？他们就这样说的。当时这个环境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左边这个土房子呢，他的儿媳妇是一个乡村教师，他带幼儿园的孩子。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放假了，所以平时呢有很多孩子在左边这个屋里边上课，然后也会在这个院里玩，所以他的儿媳妇就说到，等到孩子们在院里玩的时候，老人就会出来，然后孩子们就会围着他，叫他老奶奶、老奶奶，都和他一起玩，然后出来以后，他说老人也会逗孩子。有时候也会煮点东西给孩子们吃，然后小朋友就很高兴地围着老人唱啊跳啊，这些画面我们没有拍到，但是我相信各位都能去想象到。然后她最后说，其实她婆婆挺幸福的。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跟老人接触了以后发现的，其实。往往我们想的苦难，其实未必是我们想象的样吧。他们也过着非常平淡的，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但是做这2件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今天想说的，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也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为什么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源于我心底里边的一些情感吧，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有一些内心忘不掉的人，忘不掉的事情。那我做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可能就源于这个。对，也是因为做完了片子以后，其实片子14年就拍完了，然后我们15年就在做后期，但是这几年呢，我们也持续的，我们这个小团队啊，也会持续的去。看一看这些老人，每年春节前跟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然后给老人送去一些慰问金。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放心啊，这些老人现在的生活，包括以前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住在农村里边，相比我们城里边的条件，他们是可能比较差，但是生活都温饱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中间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8月20几号就是上个月，韦少兰老人98岁生日，然后志愿者们去给他拍的，老人身体现在还比较好，然后跟他的儿子做这些记录也好，
做这些事情也好，其实是因为源于我内心的一些情感吧。片子拍完以后呢，我们也接收到了很多外面的邀约，让我去拍新的片子，纪录片也好，故事片也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应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坚持做事情的人，所以每一个故事都没有进到我心里边。你如果给我命题作文的话，我怕我做不完，然后我就又问我会做什么。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机构里边，他们这个机构呢是一个医疗机构，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留言啊，是亲人们在世的亲人们留给已经故去的亲人，中间这个很醒目的 "We miss you"，我们想念你，我觉得这还是源于忘不了看到这些。虽然我看不懂英文，但是我都能想到这是非常温暖的。还有看大家可能看到旁边还有名字，这是我将来想做的一件事情。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想更多的去了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话题。总的话题叫临终关怀，它不是一种治愈疾病的一种疗法。其实临终关怀它是一种减轻痛苦、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用我现在比较浅薄的了解，临终关怀里边它分了很多的分支的这些环节啊，它的由众多的部门来组成，有医生、有护士、有护工、有后勤人员。但是我现在关注到的是一个另外一个环节，它叫音乐治疗。2016年的时候，在22做后期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上面，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在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就到了去年为止，一直还是停留在我心里。她是1991年出生的，中国西安人，她叫刘晓天。她在美国做着这样的工作，她是一位音乐治疗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医院有统计，通过各种临床的验证啊，包括对人体器官的这些研究啊，当老人的生命啊，也不一定是老人，也可能有年轻人，生命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他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疗。我不知道这个音乐跟我们所谓的快临近死亡的这个边缘，它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互动的作用，我也不确定音乐对于我们本身有没有治疗作用。但是我现在可以，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哈，包括唱歌，刚才片头的那个老人，毛银梅老人，韩国人，他在中国几十年了，然后最后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在湖北，他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但是他用歌曲来思念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当时看到毛一梅老人眼神，他眼神里，我就看到他充满了很多希望，但是好像看着用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又觉得特别的悲伤。所以我觉得音乐这种方式会让我们是我们的一种寄托吧。我去看过刘晓天的工作，他带着一把吉他。可能大家想象他可能去了要唱歌，他会唱，但是我看到很多次他没有唱歌，他去了他就是聊天、陪伴。后来我跟着这个刘晓天到了他的这个曾经的督导啊，就是他的导师，到他导师的一个工作环境。这两张照片其实我觉得传递的信息不是太多哈，但是这是我们拍片子一种风格，就不喜欢去不用煽情。这两张照片跟大家解释一下，左边这位大家看到是一位老爷爷，右边的是一位老奶奶。这两位患者都是生命周期只有6个月以内的。然后这位导师是非常的专业，他有很多的音乐器具，然后他会非常精准的去跟患者交流，什么时候该跟他唱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语气跟他说话。
然后什么时候该跟他有形体上的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接触。当时这两位老人其实刚好个性还性格还刚好相反。这位老爷爷他是比较外向的，当时我们看到的现场啊，在老人还会跟这个治疗师去互动，还会跟他唱。虽然声音已经快唱不出来了，但是他也非常用力的去唱，跟他互动。这位老奶奶呢，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一个情绪里边，只要一唱歌，只要一跟她交流，她就非常的伤心。然后我们就拍下了这张图片，这个治疗师在安慰她。这张图片呢是，就是这个主人公刘晓天，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片墓地。那天他带我们去了以后啊。他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墓地里边有曾经他服务过的一些老人，然后我仔细的看了这个墓地里边，非常的安静，然后确实有婴儿，也有婴儿去世的，然后各个年龄段的都有，然后他给我介绍完了以后，他就沉默了，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去那儿，要不是因为我们，他不会再去这个地方，去了以后他给我们介绍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就在这个树下面坐下来。我看着时间，真的是有将近20分钟，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因为刘晓天是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刚才那位导师那么的专业，但是这种不专业呢？就是他，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情感，他完全用情感在跟这些老人交流，所以他每一位去世的人，他都非常的不舍，所以他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刘晓天一直是保持着他的这种方式去工作，所以也是我们想去了解他的一个目的吧。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去拍的纪录片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我们想，去看一看音乐跟死亡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在我们中国有一些比较忌讳的吧，关于死亡，但是在美国可能他们对于死亡有另外的一种解读。我希望去，我也是在探讨，我也是在探索，希望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把它拍出来，呈现给大家，我们共同的去了解一下，而且。也许看了这部片子，大家可能对死亡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吧。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去认知传统理念的死亡，因为现在在说22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我个人做这几件事情，包括未来的事情，就是因为这2行字，是因为我心里有忘不了的人，然后我们有忘不了的事。我相信大家每一位心里都有。希望我的分享让你们能想起忘不了的人，想起，因为他可能在你们心底，希望你们能想起来，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记住他们。忘不了人可以见一见，忘不了的事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更加的接近他。谢谢大家。